莎士比亚的名言佳句，莎士比亚名言录典。与其做愚蠢的智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莎士比亚谦逊是最高的克己功夫。莎士比亚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眷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气的声音，任何鬼祟的奸谋都逃不过他的知觉。恋人的感觉比带和瓜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恋人的舌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酒神，显得迟钝。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脸，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仿佛拿出来奉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就被他们高声夸奖，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莎士比亚志向不过是自己的努力，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原因。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上是问行情，莎士比亚春光不自留，莫怪东风恶。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是作者。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穷奢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有感的人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不以身外的荣辱介怀，尤其是隐忍的态度，一念无畏的横阔。莎士比亚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难，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耗亮别人，否则等于没用。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
都是可靠的，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谁生的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总不要请别人代劳。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在她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一艘轻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多么像一个娇小的少年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搂抱。可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破烂，他又活过像一个落魄的浪子，给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莎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必须在一群劲敌之前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的外貌。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止水的神气，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深沉，思想渊博。他们的神气之间好像说，我的说话都是纯音天语，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博得了智慧的名声。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莎士比亚凭着日归上前思的阴影，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亘古。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细节。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生命是时间的弄人。莎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鲸鱼，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风景足美味的鱼虾。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莎士比亚一个使性子的女人，就像翻腾的浊水，纵使口干舌燥也不愿啜饮一口。莎士比亚坚持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莎士比亚不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谁偷窃我的钱囊，不过偷窃到一些废物，一些虚无的幻值，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那么他
虽然并不因此而不足，我却因为失去它而成为赤贫了。莎士比亚不要忤逆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将一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惠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到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理想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逢迎献美偷取别人的欢心，无名被众人所鄙弃。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不着落该美德的标志。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伸手时化作甜蜜。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座地狱，一辈子鸡争鹅斗不得安生，相反的劝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就能百年协和，幸福无穷。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狭隘。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疲乏？莎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莎士比亚富贵不然和有你的好坏无关，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莎士比亚不速之客是在到此以后才最受欢迎。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豪华。莎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堂皇也只是坟上楼阁，莎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抵管。就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贱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他的目的始终是把莎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复利。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普遍的导师。莎士比亚千万人的失败都表示失败在做事不彻底，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莎士比亚情欲犹如炭火，必须使它冷却，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莎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一下。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莎士比亚让我指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倒还容易，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奉行自己的教训，就没那么简单啦。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贱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说东道西，就会犹豫不定，犯法事情耽误了，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气连，寸步难移。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侠逆。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性，首先要自己成性。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本也跟在他后面匍匐批评的，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莎士比亚才忍承着功利的加持，莎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毫无价值。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滴又闪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才
才不会完全绝望。莎士比亚伯格以教训二十个人，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找尽谢过你了。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影响品，生活里